今年4月3日，花莲地震了后，各界爱心持续响应，县组织志工举办爱心环游会，除了义卖活动，也结合推广素食以及宣导减用塑胶。现场志工家己制作美味的料理义卖，由素食摊商前来摆搭，希望会当透过行动募集大家爱心。看过去满满人潮，有卖食的，也有卖啉的。这是新年组织共修处为了要帮助花莲赈灾所举办的义卖环游会。也是因第一次跟新娘区公所合作，希望会当透过爱心帮助受灾乡亲。我们是去拜访区长以后，区长知道我们这一次是为了花莲赈灾，是公益活动而来，把这个莲蓬架这个场地借给我们使用义卖活动。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人，真的是非常高兴，因为呢大家都有蛮有爱心的，也是要来响应这一场义卖活动。这回除了义卖活动，现场有安排丰富精彩表演，并且结合推广素食以及宣导减少塑胶，会当看到有用塑胶创作的装置艺术，也有自制志工家己制作的美味料理。更是有坐坐素食餐车前来摆摊。我们这一次师兄师姐，我们最主要呢是邀约我们自己的师兄师姐，自己就有一个摊位，就是有总共有15个摊位而已。也不晓得说我们自己本身的师兄师姐拿手菜，有这么多人这么会做拿手菜，结果有25个摊位，然后再结合外面的师兄那个摊位的话，快餐车的话就12摊位。透过爱心和行动，让整个社会充满温暖，也是鼓励更多人发挥爱心，用善的力量来关怀社会。记者沈梦怡，新竹区采访报道。